那么早起起来录节目，上一集是到哪儿了？哎呀，这每次都脑子想不起来。哎，刚才也没有预习一下，看前面节目直接就拿起来录了。应该是什么来着？上一集是打了海战是吧？最后以海战收尾的。任务是刚跟康迪把那个谁给干掉了，这个本杰明丘吉对吧？后面的话，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康奈想去找这个阿基里斯去谈谈，哎，觉得这个跟他老爹还是有这个联手的希望的。哎，其实这个《刺客信条三》这开头做的还是这个挺振奋的啊，音乐也做的挺好。哎，糟蹋了，哎，真是糟蹋了，可惜啊，可惜这么好的配乐。啊，我们看到现在同步已经到87%了。这个很多东西我基本上大多数都已经同步完成，比如说像收集这样的东西，我都已经提前先做掉了。什么宝箱啊和羽毛啊，这个宝箱收集除了钱和图纸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至于羽毛呢，收集那个屌丝装实在是太恶心了。我们该去做什么了呢？我们看看，枪是双管枪，我们现在去做主线吧。这里也没有任务。现在就是该到纽约的主线。我们找一个附近有小卖部的，把手枪换成法制手枪，要不然的话，这个双枪有 bug。你装备应该双枪装备的时候，两把枪应该是一样的。它这个你要这个自己不一样的话，你得要去一趟小卖部，很恶心。在自己庄园里面换，或者说换地图以后，这个枪就变成那个什么的了。卡住了，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他这个装备。哎，还是后背老是脏脏的啊！这里是一个什么火灾现场一样的啊？不是，这是他们自己点篝火，你妹啊！还有什么解放任务啊？那些我也都做掉了。本来是录好的，最后想的，哎，无所谓了，bug 太多。哎，应该是在哪来着？小卖部。读地图还读这么慢啊？这里，马儿来，招马倒是挺方便，但是这个马匹做的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玩过的游戏里边做骑马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荒野大镖客》了，哎，做的非常好，马的那个感觉也做的特别好哦，真的是匹匹都是好马，就是那个瘦马和这个好马的这个差别也特别明显，就是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那个肌肉的那个跑动那个线条也是做的特别好，火器、法制手枪，哎，啊，我法制手枪还没造呢，是吧？最好用的应该就是法制手枪了。那我还得回去那个啥一下，那就回去造一把吧。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东西。这出售的话，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留着的，所有物品可以卖3万，我一直留着，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收集的任务，就是说要把你身上收打猎的那些东西卖去。哎，这一个猎人挑战也完成了，我回这个庄园去，忘掉了，我也没看，因为我应该是在这个360上面把那个法制手枪弄出来。法制手枪是双发的，而且它装填速度很快，虽然说这个射程可能没有这个。不是最，射程不是最远的，但是它的装填很快，而且还是双发，所以这个就好。这个有的战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边装填边杀人。这法制手枪是装填快吧？我忘掉了。我说怎么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法制手枪？哎。在这里，需要合成点东西，消失，需要合成消失，在这个配料，哎，在哪呢？啊，这里，造枪械都需要这个碎石，好吧，然后枪械里面，啊，已经有同学告诉我了，他的这个。收集的那些东西，那个叫啥来着？
富兰克林的那个发明物，哎，在二楼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应该画作也应该在二楼，哎，就是这儿。蒸汽瓦特蒸汽机，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这个蒸汽机，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哎，有了这种内燃机的话，哎，就有很多车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发明了。玻璃风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乐器。啊，我们主要看最后，如果有人强压我坐在演奏厅听着乐器演奏，我绝对会疯的。听着，我对风琴有独钟，所以我大概是真的快疯了吧。这个每次这些后面最后都有肖恩吐下槽，这是啥？太阳系仪是整个地球月亮啊，看最后。对了，试着大声快速念这东西的名字，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会被当成疯子对待。怎么念？英文是吧？它应该是指英文。有好几个，这还有爱管闲事的人。这什么东西啊？富兰克林以他在欧洲看过的相似的设计为灵感，发明了这个问世镜。这是一组三面镜子组成，然后悬挂在二楼窗户的发明。这镜子呈现精心设计的角度，能够让你看是谁在敲你的大门。有点蛋疼。费城现在仍使用这个闲事镜。也许是因为知道谁在你的大门前是很不方便的事，而监视你的邻居这点永远不会落伍。真的好贱。我们那个看过跟那个富兰克林原先在这个用海尔森的时候，这个就知道这个跟这个富兰克林说话，就说富兰克林其实是个老变态啊。这个莱顿瓶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热爱罐子不是吗？而这个罐子则是早期储存电力的装置。早期储存电力的装置的话，我记得不是那个原电池吗？基本上就是由静电产生器所制造电力。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实验里将这个装置作为某种基本电池来使用。这个装置1745年被彼得·弗姆森·布罗克这名科学家在莱顿，也就是现今的荷兰所在研发出来。这个装置，所以因为我们是发声人，听起来像是烂人在酒吧用的名字。这罐子设计非常简单，因为它本体是个罐子。好贱这个说法。这个则是玻璃罐子里面里里外外皆被铁片包住，因为这是理解电流研究中极重要的一步。因为这储存电力的罐子给了科学家研究的机会。在此发明前，科学家早可以制造电流，但没有东西能够储存电流。但这点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特别小心，因为你有可能会被电击。我刚才想到，你快去跟罐子玩吧。去啊，忘记我刚说的话。他还想看看这个罐子是什么样子啊。啊，这样观察一下以后还会有这个讲解，还会记录下来。那我们都看一下吧。哎，这是什么？壁炉。富兰克林火炉。18世纪啊，反正我们看最后的吐槽吧。这个发明在网络被发现前，世界上早已经到处是这混账家伙了。这是干啥的？富兰克林本可以为他的火炉申请专利啊，看看。哦，就是发明了。哦，这种东西也是这样发明的吗？哎，这也能是发明？我以为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火炉是由金属组成的，可以放置到房间。哦，这个都是富兰克林发明的。啊，不过啊，富兰克林发明还没有申请专利，我以为这个东西的年代会更早呢。与那个在此之前的话，取暖都是要用火盆起火，这个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壁炉，还可以排烟，还更安全。这是啥？静电发电器。我们知道富兰克林发现了电流啊，对吧？静电发生器是用来产生静电在实验上的一台装，用来产生静电用在科学实验上的一台装置，所以这也是装置名称由来。这个特定的机器是你在博物馆看到相似，
相关功能的最先版本。你也知道我们用那些东西来让小孩的头发站立起来，同时也教导他们科学可以很有趣啊。这个就是那个静电发生器啊，因为当时没有多少科学能放入18世纪的科学博物馆，静电发生器的功能其实不多，直到莱顿罐的发明才有了发电，因为这罐子能够储存这机器产生的电力啊，这两个要搭配起来用。这是什么啊？这就是莱顿瓶，把这两个接到一起才能有用。哎，什么情况？你怎么把我丢过来了？那我再看一看吧。哎，这是他这个最著名的分针，富兰克林的这个分针与钥匙。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将金属钥匙绑于分针然后末端，然后放到云层中。如果摒除到科学要素的话，这点其实使他听起来没那么伟大。所以我接下来开始讲他做了什么。他想尝试看是否能够获得电流，借此证明他某些关于电流的猜测。雷电为电流的一种，也许现在这点常识当时尚未被发现。对啊，还以为是宙斯扔的某根棍子呢。这个实验获得成功，分针聚集到了电流，当人们碰到钥匙还可以看到火花的产生。对了，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富兰克林在暴风雨中放分针时被雷电击中了分针，这很显然是个错误的说明，因为这足以让当场击毙富兰克林。不然如果你喜欢阅读热门漫画书的话，可以说他被转为纯电力的超级英雄，但很显然没有这一本历史书如此记载。我会继续查下去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书这样写的。对啊，我们看了很多那个影视作品或者说是这个书啊，哎，那个漫画书，我记得什么《十万个月》也讲过富兰克林在暴风雨中放风筝，然后被雷电击中，然后那个钥匙把那个雷电储存了，但是这样肯定也是不可能的。哎，这都是我们的收集品啊。那总算是有那个什么了。这是画作，海军画作，你刺杀了丘吉，获得了海军画作啊。我们看我们的收集品，掠夺者纪念号，掠夺者纪念品啊。这是什么？解放波士顿啊。这是啥？好多个纪念品。重矛，你赢得这项英雄藏宝任务啊，对吧？解放人民，你都解放了所有堡垒啊，这都是功绩。好像最右边还有一个，看一下，哎，就这两个，好吧。我看这柜子里面不是还有本书吗？成就奖杯，对话的艺术，你赢得这个，因为你所有周边的人对话，啊，这应该是那个什么家园任务，船型，你赢得这个奖，因为你买了所有船的船给船升满级就可以了。罗宾逊茶箱，你完成了清茶事件，哎，这还挺有意思的。首次探险，你完成了首次探险任务，获得了这张绘画，哎，还真的还挺有意思。这个是哪的解放？解放纽约。纽约的解放任务全都完成。哎，这是完成了啥？完成了每个契约任务。到那边那个房子看看，这边还有房间。这是一张床，这是那个棍子钝器。这里好像，这里有没有收集品啊？这里有好多酿酒剑，你赢得了酿酒战争纪念品，让你渗透了丘吉的防御手。哎，没了吗？就这两个？不是吧？我看这桌子这么多东西，怎么就会这两个呢？再移动不了了，算了。熊纪念品，这是那个狩猎任务。狩猎任务全完成了，你看到这都挂满了。山猫那个是最难抓的，但是还好，只要是他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失败了以后重新来，可以知道很多他的路线。哎，这还有好多东西，你都看看吧。反正既然来了，年鉴我也全收集了。穷人查理的年鉴，
这个是啥？波士顿屠杀啊，好多个事件，波士顿清查事件，保罗列维尔之行，民兵崛起啊，这就是很多那个战争事件，列辛顿啊，第一枪，第二次大陆会议，麻省那些血腥的事件来啊，碉堡山战役，这都是我啊，独立宣言，自由，伏吉谷，大陆军蒙受损失啊，这都是那个报纸上那些事件，哎，这还挺好的。我都不知道记录在二楼，然后有同学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往二楼跑，这个地球仪有什么可以看的吗？这都没啥了。诶，这还有个画像，这谁呀？这谁呀？我也不知道是谁。诶，这幅画是啥？好像有出处的感觉。诶，这还有个，这还有东西啊，这是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物品，行了，反正信息都收集全啊，这还不能爬下去，好吧，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枪换成了，好像已经换成法制手枪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架子就知道了。衣服要不要换一换呢？换个好看一点的。那个殖民者套装好像穿过一次是吧，在支线任务里面穿一次，我们这次穿着来完成一下任务试试。看服装已经很全了，这里哎，什么，你完成了章节六，获得殖民套装，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给的，有的服装是那个 DLC 给的。啊，法制手枪，OK， 嗯，好，两把都是法制手枪，很好。好，我们去任务，在纽约，纽腰这儿。但愿不要给我传出什么 bug。这前面磨磨蹭蹭，也磨磨蹭蹭17分钟了，是吧？我们看看这一声。看起来样子感觉怪怪的，真的好像日本军官。是呢，要是换成日语的话，再那就违和感就为零了。任务地点这里 ，OK， 哎，掉帧了。找他老爹去了。替代法案。当当当当当。We need to know what the loyalists are planning if we're to put an end to this.I've tried, but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are told nothing now, only to await orders from above. Keep digging. Come find me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worth sharing. We're so close to victory. A few more well-placed attacks and we'll be able to put an end to the civil war and be rid of the crown. What do you intend? Well, nothing at the moment, since we're completely in the dark. I thought the Templars had eyes and ears everywhere. Oh, we did. Until you started cutting them off. Your contact said orders from above.It tells u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do. Track down the loyalist commanders. 哼哼，我觉得康奈能想到的话，没可能他老爹想不到。我知道你要去哪儿。哎呦。好像我记得等会儿是有一个同步事件要求的，是啥来着，肉盾，用3次肉盾，那个也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不科学剧情是100%同步挑战。哦，最高点，
哎，到了这个哪儿了？这是阿基里斯之前让我们拿东西的地方。哎哎哎哎哎，怎么搞的？到那边了，好吧。我知道怎么上来。哎呀，挡着了。Have you considered the proposal? I'm unconvinced. To reinforce them would leave New York exposed. It's hard enough maintaining order with our current numbers. Cut in half. Yet if we do not join with them, they risk defeat. And then what? Well, they should have come by sea. Talking in circles. We're nothing watching as we are. And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March in there and demand answers? Well, yes.Connor, little help here. 我突然想起来，平时这个打副本的时候，这个啊 ，We can interrogate them. <笑>要用两次肉盾是吧？我们先不帮他。再来，好，两次肉盾完成。好了，搞定。我就突然想起打副本啊，先跟他们说完话。Back to my quarters at Fort George and see what secrets they might share. 哎 ，Really? Well, you'd best get after him then. You go. I will watch the prisoners. No, you do it. Why me? Because I said so. Now go. 先追吧，管不了那么多了。从高处扑倒那名目标。真麻烦。我还得要找个高处是吧？你妹！还得要从高处扑倒那名目标，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啊！也没有提示说是从哪个地方跑的，应该跑一个高处可以跑吧？难道是让我从马上扑？哎，贴图又乱了。哎呀，每次这样好讨厌。从马背上扑下去算不算高处啊？好讨厌啊，已经在储存了，看来不行，没用了。
Move. Go to hell. I said move.遇到这样的地方，我就不想说话。I'll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Only don't make me come in there. We just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Cross that threshold, and I'm a dead man. There you are, Connor. I was worried you might have gotten lost. Come along, then. 他很清楚，这样被他们抓住就死定了，是吧？圣殿骑士的声誉不是很好啊，又不知道出什么这样的 bug， 一直出这样的声音。推 push， 爆菊花，这边，我找面墙把它推上去，撞墙。能不能从正面推？好，把它推到墙上去。别走！别走，往那边走。往回走。哎呦，又推过去了。别走。又没推到。回去。要把它推到墙上。好玩。怎么一下就绕到他身后去了？那你多活一会儿。捆绑 play。洗脑暴菊灌三路，几率脑残无一手。SM 最擅长，还有电电更健康。What are the British planning? To march from Philadelphia. That city's finished. New York's the key. They'll double our numbers, push back the rebels. When do they begin? 2 days from now. June 18th. I must warn Washington.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杂兵的这个脸部的细节，就没有主角做得好。I've told you everything. Now let me go. Of course. The other two said the same. It must be true. You killed him. You killed all of them. Why? They'd have warned the loyalists. You could have held them until the fight was done. What? And waste precious time and money on their care? What would be the point? They'd given up everything they knew. I'll meet you at Valley Forge.替代方案，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一直都没有说，我说那个特别像我打副本里面遇到的什么事情啊？那我还是没说。经常有一种情况就是啊，这个刚进副本，大家在正在那上 buff， 然后吃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 DPS 就。冲上去就开怪了，然后被打得特别惨，都快死了，死得不行。他说：“你们快来打呀！”就是这种，我前面看到康爹那个直接下去开怪了，然后还叫康奶过来帮忙，我就突然想起那么一段特别经常能记到的事情。再牛，好像我的这个法制手枪到现在还没有上膛，是吧？那时候的枪套就是这个样子啊。副武器是匕首，我的长剑呢？啊，在这儿，长剑挂这边。
换了衣服以后，那个好像刺客装配的有那个剑道，但是其他服装里面就没剑道了，就只背把弓。高调低调高调，为什么高调会低一点呢？应该在那边。你看我们可以附近有没有能解决，就有这么一群爱国者，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哎，枪又变成单发的了，讨厌的。我看看，这样。哎，出 bug 了。好射，好几箭都没射死，远程全干掉，真够蛋疼的啊！又出 bug， 卡的刚一直就是手收的举枪的那个动作，真恶心。一换地图，这个枪的 bug 也出来了，变成了这种枪。我明明没有装备，从来没有说要拿这把枪，然后他就给我强行装上了。刚才谁身上插的箭最多来着？他是吧？能搜出来几根箭？三根箭，差得远呢。还搜到啥？毒药已满，箭矢一个。不管了。有的时候这个 bug 真讨厌，枪开完了，然后它卡住了，然后不能进行任何攻击，然后被人打一下才有反应。啊，到他们的军营那边了，这边好像就是爱国者他们军营。哎，不是这儿。标一下地图，能知道距离，就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拐弯。这个讨厌的，还早着呢，还要再跑。浣熊，其实动物种类也没那么多，小动物就浣熊、兔子和海狸，还有啥？没了。跑路也很烦吧，录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必须都得要录上的，完了以后再剪辑掉。扑倒华盛顿，哦，这个是谁？信任破碎，哦，到这儿了。Should be sharing what we know with Lee, not Washington. You seem to think I favor him, but my enemy is a notion, not a nation. It is wrong to compel obedience.Whether to the British crown or the Templar cross. And I hope in time the loyalists will see this too, for they are also victims. You oppose tyranny, injustice. These are just symptoms. Their true cause is human weakness. Why do you think I keep on trying to show you the error of your way? You have said much, yes, but you have shown me nothing. Then we'll have to remedy that, then, won't we? 那好吧，那就 show you.Sir.Hello, Connor. What brings you here? The British have recalled their men in Philadelphia. They march for New York. Very well. I'll move our forces to Monmouth. If we can rout them, we'll have finally turned the tide. And what's this?
private correspondent. Well, of course it is.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hat it says, Connor? It seems your good friend here has just ordered an attack on your village. Although attack might be putting it mildly. Well, tell him, Commander. We've been receiving reports of allied natives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I've asked my men to put a stop to it. By burning their villages and salting the land, by calling for their ex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this letter. Not the first time either. Tell them what you did 14 years ago. That was another time.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so now you see what happens to this great man when under duress. He makes excuses, displaces blame, does a great many things, in fact, except take responsibility! Enough! Who did what and why must wait? My people come first. Then let's be off. No. You and I are finished. Son. Do you think me so soft that by calling me son, I might change my mind? How long do you sit on this information, or am I to believe you discovered it now? My mother's blood may stain another's hands, but Charles Lee is no less a monster, and all he does by your command. A warning to you both. Choose to follow me or oppose me, and I will kill you. 我觉得康奈的做法好难理解，他在想啥的呢？想的太简单了，还是太复杂了？真不知道。哎，不要碰到地面。武器，哎，武器这里这个时候又给我换成双发的了，你说这个多蛋疼。第一个要枪杀，对。他让我们在三分钟之内啊，然后别碰到地面，这个还是很好办的。路在这儿。哎呦哎呦呦，看这有时候这个讨厌的，卡住。还要把这个信差全干掉。兔子给打死了。反正你看这个绿色的区域，你不用搜，你就直接往前跑就可以了。嘿。连射双枪多爽，多好用。还有一个是急速奔跑中，所以我们最好留着点这个鞭策。两连加速的话一般都追上了。看它这个区域标记线路的时候是一块一块的，它没有办法做出那种像那个线路一样的那种，有些游戏里面那样给你标出一条线，像《荒野大镖客》它就是标出一条线的那种。当然这个跟那个没法比，是吧？同样是开放性世界的游戏，主要是《刺客信条》可以爬上爬下。好，搞定了。I should make sure the village is safe. 哎，不要跟这个爱国者他们起冲突，不然的话会算作任务失败的。康奈忙活了那么久。Village. Okay. Radun Hagedu Zashewe, Nexi Ohnujera, Wakanu Dunyu, where do got Tiga Oya, Rungwe, Ayazanes again.Giga Oya Rungwe. They are negujes, Charles Lee.
luona tukwa jossa koja tahawe kano dogu dano dohkara nihadi nahoda kanu e nihonenu wa tessa kodi dastana jinihadi ayun kiyun ta ya tet kari hoyeri ona jera di deza niku hare ya kon ta deza do hundoni ne giga ne aya goderio onetti ashaga ne de don zong ta ketas d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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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搞这么复杂何必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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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马匹。这里要求我们这个不杀人，哎，把他们这个撂倒就可以了。我们先从近的开始。从背后使用拳头就可以把他这个不杀人制服，对自己的村民、自己的这个这些对自己的人这么干，逮就捕。哎，咱们先把这些给推倒。地图上看哪个最近，先对哪个下手。哎，这爬不上去吗？可以爬上去。一个，还有一个。哎，这样还可以，要被发现了还没事，好吧？刚才是因为从正面。Charles Lee, but to the other day, when I don't only a young kid, I want to. Then I got easy, I say, and what is it? I told God, Tigarum. Hard with the design you go like then you. The yesterday, Nyanda does what you go like on it. Like the owner gone ruined it. The one who guard him there. They got your scar, Gee. Connecting what you scar, see what Gwenya has in a square at the new stats again. Then you start Nigora the hunter. Then what does it want ducks at? Then there's some great that's some. Is that there is some? I got the rest of no one's a hair you.啊，我就说这个剧情就过于狗血了，就是什么这里必须要杀掉他，但是呢你看你作为一个他的发小，你也不至于那么蠢的人吧。哎，你相信查尔斯里你都不相信人家康奈，哎，你还而且你还不听他说，你最起码你觉得啊，你觉得他背叛了你，最起码你得听他说吧，哎，事出有因什么什么什么的，想都不用想就怀疑他去了，你是有多不相信他。I saw one out of the mass, eh? Zina hold them but three hot. When I did what you need. Jura saga. I'm so gonna say it, eh? Oh, doctor, giga moderio. Runo dio, oh, it gwen you. I'm gonna go to the summa. Oh, dia, the no start, I'm gonna.反正就是属于那种为了让剧情跌宕起伏完全不顾后果的那种，把剧情打烂打烂再打烂。如果这个地方就是这就是这种，如果杀掉他就神作了，对吧？那这个杀掉他，你为什么会神作呢？你不打圆场，你不把这个场给他弄圆了，你不把他巧妙精心编排一下的话，那不是玩完吗？
这就像《罪恶王冠》里面那种，哎，把剧情打烂、打烂、打死、打得烂烂的，哎，就是为了让这种这个让你感觉这个好像很会有什么意思一样的那种，那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该哪的任务了？这里是吧？剧情砸得烂烂的，就为了出这种这个意料之外这种效果，剧情往烂了砸，不也不管合不合理。你应该说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对吧？这情理之外，意料也之外，你光顾着意料之外，但不在情理之内，全在这个情理之外，不合常理。这样的话就剧情就很渣了，就是狗血剧情了。你说你是这么安排，你给后面留点意思啊什么的，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后面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后面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狗血剧情，所以为啥说不配做成视频呢？If the enemy is allowed to push through, we will lose what precious...然后和战神强行接起来。You have arrived just in time to bear witness to our glorious victory. Where is Charles Lee? That baton. He shows up in the middle of our preparations and just takes charge. Screams at everyone to advance, and the rest. I am left to pick up the pieces.I will hold the area while you bring them to safety. I grant you my finest soldiers to serve as your personal guard. There is nothing they will not do to ensure you are victorious. Bonne chance, mon ami. 你比如说像这样战争这样的部分的话，你既然和人家正面交锋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完全可以做得更有意思一些。他让你一炮轰死两个。和人好的，一炮干掉两排步兵，我这算不算干掉两排？这算不算干掉两排啊？这不算。靠干掉两排步兵，这个就看他判定，有的时候判定能判定到，有的时候判定不到，特别讨厌。这有个指挥官是吧？干掉，反正这也死没那么容易死，没事儿。靠近了打，等他靠近了打，对吧？一个都没打到，用一发炮弹炸死两排步兵，要这样吗？怎么样算两排步兵？搞不清楚，反正有的原先打的时候就冒着了。怎么样算两排步兵？大概这个。爱国者也死的差不多了。怎么样算两排步兵，给我说清楚呀。算了，不完成，反正原先一次完是完成到了，在360上是完成到，但是怎么判定的还是搞不清楚。
懒得去管他了，没啥意义。到时间就行了，是吧？Ammunition, sir, and the enemy advances. Then we need to pull back, rejoin the others, and cover their escape. Ooh. 这里是要求我们帮人。时间不多了，边跑边上弹。搞定。这还有一组是吧？搞定。哎，怎么跑啊？过来！哎，快到时间了，这段剧情完了以后差不多了。Well done, my friend.Have saved many lives today. Connor? Charles Lee has betrayed you. He forced retreat in the midst of battle, hoping the law. 然后就因为这个，所以要去抓查尔斯·李了。Relieved of your command. What? I'm sure he will come and spin a tale saying that he was outnumbered or I was somehow to blame. All lies. I will say it one last time. That man is your enemy, and he will not stop until you are dead or dishonored.Connor's tale rings true. Lee was acting most odd upon the battlefield. I will investigate these allegations at once. The time for that is long past. This must be done properly, else we're no better than those we oppose. Never mind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such an act. Should you choose to spare Lee's life, then I will take it myself.Enjoy your victory, Commander. It will be the last I deliver you. 那么好吧，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